黄磊和兄弟带着多妹飞赴广州进行巡演。闲暇时间，黄磊还带着女儿去公园玩，笑称这一路我们不在公园，就在去公园的路上。八月十日晚，他微博晒出一家三口在公园疯玩的照片，多妹坐在椅子上挤眼卖萌，十分可爱。网友纷纷留言羡慕幸福的一家人，并称眼睛都很大。优酷权益乐整理报道。